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八千啊。那本期的这个视频呢，也是应这个粉丝的要求，说你能不能再打几期这个《守望之城》的这个连杀集锦。然后好，没问题，我就给大家再发一下吧，好吧。其实这个《守望之城》这个连杀的话，对我来说的话，打的话是相对于简单的，因为这个还是挺好打的，我感觉，因为我每天练枪的话都会打这张图，然后是也是满足各位粉丝的要求吧。然后有喜欢我视频风格的话，可以去腾讯视频上面搜索"金翅八仙座"，然后进入我的个人主页频道，点加订阅的，以后每次视频更新的话都能收到这个推送消息。然后底下是 Q 群，大家可以加一下的。那我就闲话不多说了，大家看吧，好吧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好。他妈谁给了我一刀呀？真的吗？别堵在这里啊！我的天哪，你要给我毒死了！